镜子是怎么回事儿？凹凸不平。老奶奶，我最喜欢老奶奶了。这个好姐姐嘞。这个是569。我买不成。哈哈哈哈哈！奶奶，哦，那些不要。哎呀，那些15块钱了，拿着吧。拿着。哈哈哈哈哈！漂亮。你穿过了。 啊，奶奶漂亮！哦，谢谢。你知道奶奶很喜欢喝白酒，哇，这么厉害！然后每天都要喝，然后还要每天吃巨辣。我需要一个表扬。表扬，这样就是表扬了。啊，是什么表扬？哈哈哈。没事没事。 他是6，你可以带他跑一段地方。啪！你给我在后面上拉小星星啊！你女儿多大？您的女儿？我女儿一个8岁，一个4岁，3岁的时候就已经。老爸老妈，我居然敢做这么恐怖的运动啊！谢谢，hug hug。 跑不动了，爸爸爸，非常不错。啊，仰过来，哇，好勇敢啊！雨欣好勇敢，没有。啊，哎，来站起来，站。怎么跌倒了？轻轻的，轻轻的站起来。快，看我。好了。 你这个有一种我刚降落的感觉。2、3，我们去滑雪。这样，下车，下车。这能走得动？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太狼狈了吧，这走着走的。哇，感觉那个比较好玩。走吧，姐妹，3、4、5。 啊！快追上！走。啊！好刺激啊！心。那。不是，小时候更有叫拥抱。心。那。心。那。好难为。然后脚尖落一点点。站起来，兄弟。起不来。可以。起不来。 好，啊，累了，我想缓缓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能走2步，但感觉还挺好玩的，还行。